所以要问关公，就说你们档案是什么？因为片我们在预约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没有时间。就这样子，我看不到他了。你不要，你有预言吗？啊，没时间预言，上班上个这个班，下个班就到，没办法，平常工作，第二天。啊，那你们有办法到齐吗？你们在练什么？这首吗？这样还这首，就是这首。没有，他是不是男生唱的？不是女生唱的。这个应该是翻版唱的吧？我现在就在放我们的一些可以练的啊，是吗？对，这样。因为这首很红啊，所以他们可以练的。嗯，就是拍这首就对了。对啊，就是说那个他版本不对。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。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。风吹花落泪见你。